东市区竟然有一栋是以威尼斯水上餐厅为设计概念的艺术建筑伫立在路旁，而走进室内，春夏秋冬的四季氛围让你一次体验，赶快就跟着镜头一探究竟吧。一栋迥异于周遭的艺术建筑伫立于台中市区，以水的多样性呈现餐厅对料理的日益求新，诉说着内部对品质的崇高要求，希望呈现时尚品味跟美食飨宴结合的一家餐厅。这道普罗旺斯培根鸡肉乳酪卷是店内的限定菜色，许多人都是为了它远道而来。培根扎实地包裹住了杏鲍菇和特选鸡肉，将甜美的肉汁锁在料理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丰富口感。剖面切开，浓郁的 cheese 缓缓流出，浑然天成的美味一次释放。切下去的时候，这个整个口感尝过之后，就觉得你一个礼拜工作的辛苦都消失了。而意式炉烤野菇香草鸡则是符合都市人的简约风格，摆盘大方，大块鸡肉不多加修饰，多层的食材让客人吃得出惊奇，吃得出幸福的喜悦。肉感非常的嫩，然后它的皮也烤得很酥脆，很特别的是它中间还夹了一层杏鲍菇。漂浮于水上的特殊建筑让人有置身水都威尼斯的感觉，五星级主厨的异国料理让人着迷不已。四季的室内变换更让客人来再多次也不感觉到腻。好吃，赞！想要知道在台中还有哪些美味的料理吗？